在心理健康备受关注的今日，学习观察和感知自己的情绪其实是很重要。今期不老八十，我们有安乐居的心理治疗师高康平来教大家怎样才能够做到正确感知自己的情绪，正向思考。我们很多专家就说，其实这个正观你不用怎么学的，他们都说你是与生俱来的，已经在你里面了。星期三下午六点，不老八十。本节目是由安乐居特约赞助，安乐居拥抱安乐人生。